随着疫情缓和，新盘市场气氛再度热闹起嚟，中小型发展商亦乘机加入战团。喜骏发展旗下深水埗鸭寮街单栋新盘喜阳最近亦都推盘，项目提供83个实用183至429尺的开放式至两房户，开放式同一房细单位占总数近九成。展销厅设有交楼标准的一房清水示范单位，以18楼 A 室为蓝本，实用面积296尺。一入屋有一道玄关，为了用尽空间，旁边装有一组到顶组合柜，柜里面放了一张小接凳，方便户主着鞋的时候用。上面的衣柜就装了可以烫出来的挂衫架，方便拿衫。客饭厅是长方形开积，间隔工整，厅的一边是开放式厨房，一字型工作台上面是电磁炉，厨房旁边是一个入墙层架柜，提供额外的储物空间。客厅外面是22尺露台，睡房形状同样是正，同厅望相同景观。浴室位于睡房入面，只设有企缸，并有一道对流窗。